聊聊。我爱你。盛景初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看别的东西都是黑白的，只有我是彩色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跟家说。你最开始注意到我，然后说只接受我一个人的采访，还要带我去苏州，都是因为心理医生吗？他先是说过让我多见你。男女说，我很特别，你很喜欢我，很想跟我一直一直在一起，也都是因为能从我身上看到颜色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害怕，我怕我跟你说了，你就不理我了，我就见不到你了，我就看不见颜色了，我害怕。所以，在你心里，终究是找了20年的颜色，比我更重要。聊聊，聊聊，我错了。你错哪儿了？你对我来说是彩色的这件事情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只问一次，我要你马上就回答我。好。你到底是喜欢我？还是喜欢我是彩色的。我，聊聊，聊聊，我太紧张了，刚才脑子卡住了。你再问我一次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你真的很让我失望。你这几天都别来找我了，我想静静。如今之计，只能要小师嫂特别感动，才能让她不计前嫌。看来，我们只有下猛药了。小何师叔，你该不会是要英雄救美？不行，太胡闹了。确定不试一下？师傅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不，来学习我这种野兽般的眼神，再凶狠一点。对，
保持住啊，保持住，非常好。准备好了啊，一会儿我这个手势一握拳，你们就一起冲出去，来。这会儿还有人抢？老彭，你到底请了多少人来演啊？走走走走！救命车！野兽般的眼神，再凶狠一点，保持住！喂，不用演得这么逼真，你把刀收起来，一会儿误伤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要命了是吧？上警车。这么多人，我要救我师父。我听明白了，你们是真抢劫。你们是严抢劫，结果不小心撞上了，是吧？先把这几个带走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起来，一起来，走，走。你说说你们啊，年纪轻轻的，干点什么不好？严抢劫，还劫自己女朋友，好玩啊？找刺激啊？你好，我是程毅，来领我妹妹程了。你呢？我是他们倒了霉的同门师妹，来领这帮有毛病的。过来给我填表吧。你们几个好好反省反省。女孩子嘛，她想看真心，真心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。所以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，以最坦诚的方式告诉她。给他足够的自信，让他觉得可以跟你继续走下去。小兰，嗯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当然可以。聊聊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看来，喜欢一个人，并不仅仅是第一面、第一眼，要经历在一起的时光，一点一点的熟知，
一点一点的相互打落，把彼此镌刻进自己的生命里，才能成为彼此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。聊聊，你是我黑白世界中唯一的色彩，这确实是我们相遇的开端。有色彩的世界也的确很美，但那并不足以让我对不喜欢的人说喜欢。相反，从为你心动的那一刻开始，世间所有的颜色都只有在你身上才对我有意义。聊聊，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记忆中珍藏的心动，也许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告诉你我的真心，但还是那句话，好在这一生很长，长到我有足够的时间完善自己，证明自己。只要你能够留在我的身边。聊聊，我爱你。